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上是一个护手霜，然后很多人在问啊，这个到底什么味道呢？这个它是猫爪子的味道，就是，哎呀，养过猫的人就知道，就是喜欢吸猫的人就知道它那个猫爪的那种味道，不喜欢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点臭。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片上是膳魔师的一款保温杯啊，它这个是带杯盖的，这个杯盖可以当杯子用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怎么样子。不得不说啊，膳魔师确实相对于虎牌以及象印来说，它的设计上更多元化一点，颜色也更加活泼一点。这个系列啊，它是跟 Bruno 的一个合作款。如果喜欢家用有设计感的家用小电器的朋友，肯定对这个牌子啊非常熟悉。下面我们继续看一下象印家的保温杯啊，它家保温杯呢分600毫升、480毫升，还有360毫升、300毫升等等等等啊，你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买，你千万不要觉得，哎，这个600毫升跟480毫升价格好像差没多少，那我买600吧，结果你的包里又放不进，这种就比较麻烦，比较尴尬了。那经常有妹子问啊，到底是膳魔师好呢，还是象印好呢？其实它俩其实都差不多。就是保温的时间是相差不了太多的，就是相差不大啊，意思啊就是说，然后你呢你就根据自己看，哎，你喜欢这个样子，喜欢这个设计，你就买就行。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尺寸的问题，你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大概你这次出去需要多少水啊，多少自己喜欢怎么样一个容量，要有个大概的了解。好，图片上这个紫色的就是膳魔师家唯一的一款带吸管的成人用的保温杯。我昨天的节目里应该说到过这个，有时候我会说重复一点啊，大家别嫌弃啊，我会忘记掉有时候。大家要不就当那个加深印象好了。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并不一定啊，就关注那三个主要的品牌。虎牌、膳魔师、象印，你还可以关注一下其他品牌呢。其他品牌在日本也是怎么说呢，应该是在设计上也是非常不错的，你们可以就是关注一下。像我在拍摄的时候，我会就是用滤镜。因为什么样的滤镜？因为用苹果那个手机啊，直接拍出来太色差太严重了。用滤镜的话，我就尽量调到最接近我肉眼能够看到的这个颜色，然后呈现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还有这个儿童的保温杯还是比较有名的，那个狮子啊，还有什么小猪啊，最左边这个动物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就是反正应该是小孩子喜欢的吧，可能还有些就是不保温的，就是直接你就是只是喝下饮料的那种，也是非常好看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哦，对了，这个图片上这个现在看到的这个，它是象印的特别版。特别版的意思就是说产量非常少，而且卖完就没有。大家继续看一下这种就是不保温的这种杯子啊，从颜色的配色上来说，这款这个保温杯我还是蛮喜欢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最近我不是经常开车嘛，然后我就在想啊，这个防晒怎么做啊，又要戴口罩，又要那个防晒，就有点麻烦感觉啊。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这个图片上这个东西他说自己是凉感的，但是我买了，我用下来感觉凉感是没有的，没有凉感的，除非你是车里面开空调吹，到时候哎会有点凉感，但是啊就是你如果不吹空调的时候戴着是没有凉感的，但是啊它至少是不热，哎，这个倒还好。然后呢，现在最要命的什么，它在限购，每个人只能买一个。现在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前面会穿插那个防晒的啊。OK， 现在就讲一下保温杯啊，那个有900毫升的带吸管的保温杯，这也是非常厉害，我觉得这吸管得多长呀？你要真的去清洁的时候，那多那个麻烦呀，我都不知道它怎么清洁这个吸管里边。那稍微小一点的还有600毫升带吸管的，这个主要是针对的是那种运动的人群吧。他们要喝冰水啊，或者说怎么样的时候，应该这个都是保冷的，就是主要是大家喝冰水用。日本这边好像都是在喝冰水，那种老头老太太真的是七老八十的，就进了那种餐厅，一杯冰水就先下去的那种，哇，特别厉害。大家看一下图片啊，图片上这种啊，这个坐凳啊，它是帮助你纠正姿势的。比如说你的坐姿容易猫背啊，容易驼背啊，总是离着那个荧幕特别特别近啊，时间长肩部很累啊，这种你需要这个东西，特别是坐办公室人群，你需要买一个这个东西。而且它分大人用、小孩用，这个东西也不重，比较轻便，你也就是方便带。好了，先说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关注我的频道，欢迎点赞